好似好靚咁啊！我整得有點淡喎，口味。哇！呢個 cake 咁靚嘅，喂！呢個顏色。我今天問你韓國最深刻嘅係咩啊？豬意大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偉宏。我是怡。我也同怡怡一起出去啊！我和怡怡啊，算是第一次正式出国了。因为之前我们去新加坡啊，因为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都是很接近嘛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韩国，然后就可以体验一下啊，有啲冷咁啊，然后食嘅嘢都有啲唔同嘅。最主要系唔使睇住阿轩同埋妹妹嘛。好可爱。就我们两个人呢，就可以出来拍拖。你都冇捉住我手噶啦，开住呢啲嚟捉我手。这样这一次就是非常开心，我们收到韩国釜山还有青山南道的观光局的邀请啊，我们就可以去韩国玩啦。不过啊，我们 check in 的时间呢，就是在半夜，就真系几攰嘅。我们就是搭巴士啊，从怡保啊来到 KLIA2 这里，用了5个小时，又刚好塞车，哇老。我第一次坐巴士了，很久没坐巴士了。哇，我们有几多年没坐过我们长途巴士？我跟你们讲，没头脑你要说什么？没听人冇。因为以前就是常常坐长途巴士啊去找姨，因为去姨那边都要一个小时啊，佢成日逼我过去搵佢嘅。我唔爱你啊，自己爱你啊，跟你冇理你都爱你。我们的班机是在半夜的两点啊。这样等一下我们再看怎样，应该就是上机，然后就去到韩国去酒店，就正式开始我们的行程。 OK， Let's go。 因为我们等一下到了下了机，然后我们直接就去 hotel 那边，过后就开始行程了。现在要修修等的啦。像这一次我们乘坐的就是 AirAsia X 啊，它就是有飞往长途的，就是可以直飞去韩国釜山那边哦。像这边呢就是快越顺来，那小孩子不可以在这边的，所以啊就是比较清静一点啊，要睡觉啊或者想要好好的休息啊，可以选这一区哦。像这一次去韩国釜山啊，除了有我们之外，还有一些 KOL 啊，还有媒体一起过去啊。像等一下我们再看怎样了。我们刚刚下机啊，叻叻咁啊，行第一个唔识路啊，应该前面咯，喂，大队冇大队啊，冇大队啊，一路得我一个哟。Welcome to Busan。人家问我，你知道外面多少度吗？10度，你穿到这样，唔惊啊？你拉我出去出街。很美下来吧，是。자안녕하세요저는초록배낭대표최유진입니다반갑습니다啊，他是那个叫绿色背包的一个旅行社的老板，老板亲自准备了公司的一种礼物，一种点心饼干，就是为了欢迎大家。And then we meet at the 满水到了一些零食。那个是那个。欢迎欢迎，来。最开心的食嘢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先吃个东西，然后再回去 hotel 那边咯。我哋已经有24小时，冇点样冲过凉嗰啲咁嘅嘢去。然后他们带我们来吃这个釜山最出名的猪肉汤饭，咁我哋就嚟试下睇啦。猪肉汤饭睇下啱唔啱我哋食？我唔知鱼咩味，我之后再找找看那个名字。这是虾酱、韭菜，这个是大葱，有点像是我们平常吃那个烤肉的酱是吗？这个肉来了啊，哎呀，它下面还在烤着的呢，有火的呢。然后这个肉呢是要点这个酱的，掺一点瓦萨比。来介绍一下啊，凯，呀，凯对吗？凯，哎呀，没有记错，谁了？你记得昨天。啊，小丽，我罚你，念我名字10次。先喺度韓國正宗嘅 kimchi， 睇下咪我平時馬來西亞食嘅咁上下先。小菜你都可以加你們的大白菜。如果感覺上冇咁重口味，係咪？嚟了嚟了，湯飯飯嚟了。汤里面还是有面的哦，来下台就放那个饭进去咯。喺韓國咧有咁好食嘅，放一點蝦醬，一湯匙啊。來，所以這邊要放湯，再放一啲韭菜，蝦醬一起煮，好似好靚咁啊！我覺得有點淡喎，口味。
唔知系咪我重口味咧？阿吉伯有，盐哦，我有盐啊，我盐。你冇人啊，盐，我要盐啊。谢谢先，放了盐。我盐煎系噶嘛？应该是，我以为我吃错了，味道，嗯，我没。尝试一下这个，里面有酱嘅，原汁原味。它这个酱好带一点酸酸酱，蛮开胃的，配了猪肉。凉咩味？你同我一样都是重口味啊，加啲盐啦，加啲盐啦，够噶啦呢度新安，加咗啲味好食好多。食咗啲菜，咁我就觉得我自己健康啲。你哋准备下酱汤汁咩？刚才的猪肉汤饭呢，就是真的是蛮清淡的，我要下到蛮多那个调味料啊才适合我。但是它的猪肉就是蛮好吃的，就是不会有那个猪的腥味，还蛮嫩的。但系佢有啲肥肉啦，中意肥肉嘅咧就有可能唔系几中意啦。我们到 hotel 啦，哎，我哋要分床瞓添，我哋边度可以分床瞓噶？叫换双人床啊！居然响出国嘅时候咁样我哋爆仓，杀鸡噶吧啦，真系。OK， 我们就是刚刚回酒店啦，然后等一下咧两点就。哇，还有行程呢，我们就要先冲个凉，因为已经二十三小时没冲过凉了。那 OK， 这样现在呢，我们就是在釜山的海云台这边了，这里就是说啊，是最大的海边。然后我们 hotel 过去海边的话，也是蛮靠近的，就是只是在对面不了。不过我们的行程应该是没有去玩水之类这样的啦，因为暗浪，你们搞水台喽。像这一次来到韩国的釜山，吃喝玩乐是一定的啦。咁样最重要的呢，就是睇樱花啦，因为现在就是他们的樱花季啊，所以我们就要。好好咁样欣赏嗰个樱花啦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咧喺度坐游轮啦，可能就在海上啊看看风景啊，咁而家我哋就冇再吹水啦，先冲个凉先，可以装下身，靓仔啲先得噶嘛。嗯，你着翻短裤。长裤吧，等下去海上喺穿短裤咪冷死。然后我哋再嚟睇下呢个房间啦，即系这个房间就是蛮简单，有一个工作台，一个沙发，有两张单人床，就咁啦呢度门口，然后这边就是厕所啦。有浴缸啦，然后就咁啦，简单简单嘅。诶，呢个系可以开噶。嗯。哦，关完了可以看到你咧，害羞呢。哎呀，我真，怕丑啊。OK 啦，真系唔追水啦。哎呀，当身啊，耳都系当身，只耳几摸噶啦，系嘛？全部已经变晒身啦，出发啦，我都变身啦。外面都是很有冷气的感觉啊，那个风吹来啊，都是蛮冷的。幸好还是有穿那个长裤，可能这里是靠近海边的关系啊，所以哦，真的是很冷一下。本来我以为就是去看樱花的啊，不是，我们先喝咖啡。Welcome to Hong Kong， 我哋嚟到香港啦。这里是这里建筑物里面最高。地方，然后往上去的话就是四楼，然后呢三楼，然后往。刚才导游就是给了我们三万韩币的那个礼券哦，我们就是可以 order 咖啡啊，还有蛋糕之类这样的咯。它就有咖啡，还有一些 milk tea 啊，果汁也是有的。哇，这个 cake 咁靓嘅喂。像这一家店呢、啊，其实它前身呢就是造船的，后来呢就是改造去做这个咖啡厅，所以就好出名整咖啡啦，同埋要食甜品啦。这杯就是蛮好喝的，这杯是巧克力牛奶。嗯，去买咯。有啲似哦，真系有啲似啊，咪搞笑。然后我们就叫了三个东西来吃啊，呢、这个系咩？八香果啊，呢个饮冇？冇饮啊？它是比较淡一点的，我想吃这个很久了，看到它就是很吸引。通常来到这里啊，都是选那种比较美美的那种甜品啊，我们就选一点我们抽狂啊。有啲得意嘅味道，嗯，好像葱油嘅味啊，好吃诶，但是它不会觉得你整个就是蔬菜的味道哦，很香整个面包，嗯，怎样？嗯，好好，我入边有 cream 嘅面包，巧克力外面，就系嗰啲面包我脆脆咁嘅，牛角面包嗰种啊，脆脆嘅咁嘅，嗯，好甜啊，我唔中意食呢种，我入边佢都有咁嘅，佢是蛮正嘅，佢类似 cheese tart 咁嘅，入边有 cheese 嘅，但系太多 cream 咗，即系我有时啲，我有冇拣错？我拣老婆眼光一样，你好狗啊，虽然睇佢样貌好似冇咩好，但系好食。
一定要来这里吃那个甜品，喝它的茶咖啡啊，然后再看看这个美景，真的很漂亮。睇到火车龙啊，谂到啲嘢。富山人出名咩？它就算是很晒的话，你会很凉爽啊，还有一点冷，好似嗰啲冷气吹住你咁啊，好爽啊，好过瘾。咁样佢系碌个锁头嚟嘅。咩嚟？锁锁头，锁住我。唔系你。本来我以为我们来这里就是打卡罢了，哦，原来还有我们坐那个海岸列车，就是这个火车呢，它会沿着那个海岸线那边走。但是啊，我在网上我有看到一个更加劲，它是在海边的上边，好劲嗰只，真系好靓嗰只，高嗰只。俾你惊，如果你坐嘛。但系感觉上嗰只会爽啲咁咯。他们讲啊，这个海岸列车啊，就是非常的漂亮，经过那个海岸的时候，然后哦，它有开一个洞给你啊，有风吹进来就蛮凉啊。如果没有啊，山菜系咪感觉上好似？它有啲焗咁啊！像这里除了外国人啊，本地人啊，都很多来这里坐这个海岸列车，所以我哋都比本地人劲咗好多嘅。做可能一啲本地人都冇嚟过，好似怡宝好多地方我都冇嚟过。开始啦，开始啦。啊，网上看到了，就是这个车啦。小小哥，这个在上面看的话，那个风景会更加的美。因为他们讲啊，这个 booking 就是很富，所以就订不到哦。那我听我下次自己再来咯。你看那些网红，你看就拍一啲樱花咯。我不是，我不是。现在我们等一下就要上游艇啊，就观赏这个日落，唔知会唔会好冷嘅，有啲担心啦。因为海上嗰个风真系唔一样，去等阵就俾大家睇咸蛋网。我手臂哦，唔系讲笑。现在接近晚上了啊，那个温度啊会比较低一点啊。有香海哦。我哋咁样睇日落系咪好有趣啊？系啊，系嘛啲嘢。哇！哇！呢个真系入心入肺啊！呢个很冷。很冷，这个是釜山这里最贵的楼，二十亿借一间，借二十亿借。太阳下山了。Okay, 我们来到这个米拉的 market， 我们来吃晚餐。它这里其实像一个市集这样的，一栋一栋我们摆的，就好像这样的了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特色哦，就是跟我们今天早上去的那个咖啡厅啊差不多了。它就是有一个楼梯，这样可以坐啊，就可以给你吃下东西啊，这样。唔知点解我屋企攞呢个 burger 有啲饿嘅感觉，唔知系咪冷开成几个钟。好，哎呀，蛮漂亮的咧，有辣椒，有洋葱，好香啊 ，cheese， 有鸡肉。我试一啖先啦，先。酱嗰啲好食，个灯笼椒嘅味，然后佢有炒开嗰啲洋葱啊，好食，好香。个面包好中饭，几好食啊！薯条都好好食嘛，赢咗马来西亚嘅麦当劳啊！啊，面包都好中饭。哎，讲到没有？刚刚吃的 burger 真的很好吃， burger all my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釜山的话，真的是要试试看。佢嘅薯条好食啦， burger 又正啦，个汁嗰啲啊香，好鬼死正。例如行程是有一点满啊，因为这一次呢他们就是有安排那个导游了，所以这些行程呢都是导游去编排了，我们只是跟着他们啊去参观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都是我们好的一点啦，我们不用自己做功课，哈哈哈哈，去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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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烦，是啦是啦是啦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的点啦。其实不会走到很累啊，其实我们前一天没睡到睡过啊，是啦是啦是啦，我都是没睡到，在飞机上没有睡到所以累吧。 OK 啦，好啦，我们就先休息啊。早晨，早晨，早晨，早晨。我哋而家嚟食早餐啦。哎，呢啲觉得，哎，这个蛋感觉又不错样啊。丰富嘅早餐，食个长豆啲，好似好食咁嘅豆。这个早餐就蛮丰富嘅，它有各式各样啊，泡菜那些啊，还可以给你选个饭这样。不过好食啊，呢。真是出发了，原来你同你一起坐啦，呢度好靓，超级靓嘅，我哋要手拉手行街，哇，好感动添，
用咩拉手方式？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你学啲男主角咁行，我行上去，唔好忘记头，千祈唔好忘啊！傻西，睇几重，几重？我哋讲呢个 video 而家停咗。呢啲叫咩懸崖係咪啊？雖然好曬啦，但係唔會係嗰種好辛苦嘅，唔到完全熱啦，興嘅都係興嘅其實這邊就是五六島啦，有五個島，一時會睇到六個島，所以就叫五六島。Okay, 現在我們要走那個玻璃橋，好得驚嘅，我要回購呢。這裡要穿這個包著你的鞋子，應該不要弄垮他們的玻璃那些。你可以扶住那個。他在排名还更胖，我跟你讲。哇，你看，你看啊，这里下面呢、啊，真的不是开玩笑啊。但是这里真的非常非常漂亮。有收到导游的 ice cream， 哎，有点小开心，唔知点解。等一下，你这个。我手，咁都好啦，嚟嚟。嘟。你應該啱嘅，你。嗯。你應該好啱嘅。我食兩個。啱食兩個，你食兩個，我唔啱。我們就是來到這個甘泉文化村這邊啦，然後這邊的特色哦，就是那些房子啊，都是五顏六色這樣的。哇，這樣都遇到兄弟啊！谢谢。OK， bye。刚刚我们就是打完卡了啊，现在就逛这里，是类似一些小商店的地区一样啊，可以买点小手信啊，这个乜嘢。然后它这里哦，就是有很多这些必画的东西啊。我谂到咩嚟形容？依赖行。佢就讲说也是必打卡的地方啊，就是有一个鱼啊。今天要爬楼梯很多了。寻日讲冇咩地行，今日行到饱啊，我太累了。你敢激动换回来了。哦，这里很漂亮呢，可以看到樱花呢。怎么这里围着这么多？哦，这里是拍照的 spot， 这个是一定要来打卡的地方。然后你看那个排队的人啊，打紧要啊，佢哋。哇，好多人呢。半身就好吗？我帮你绑半身。啊！哇，零个。哎，要尝试一下这个红豆饼。嗯。然后呢，上面规定呢，不吃牛肉的规定，稍等一下。嗯。哎，不吃牛肉的上面规定呢，它的那个红豆都不会甜甜这样的。然后吃到。很香。嗯。我们来到这边呢，其实是吃那个牛肉火锅，但是我跟姨姨都不吃牛肉，那一桌啊都是吃牛肉的。我们这一桌呢，唔食牛肉噶啦，嗱食菜啦，有云吞的。这个也太清了吧！好清啊，真系。哇，好中意食菜啊，我哋真系中意食菜。呢个咩嚟嘅？有冰啊，冷菜啊，即系咁啊。啲冷菜点样嘅？嗯。好好食啊！好似有臭豆腐。嗯，好食。好食，赞下姐。你是那个故意的臭豆腐吗？警察吗？对哦。应该怎么样？给浸了下姐。然后这样子放下去。然后把你这些的菜，因为你想要吃一些这个温条丝啊，所以我放下去。我就选自己喜欢的，找包我去了。然后可以沾一点点红烧，然后你就这样放进去，然后你就这样包着吃。OK， 好，然后就。好特别，我唔系好中意啊，好清，有肉会好啲嘅。嗱，我们有啊，辣炒年糕。它的鱼饼哦，还有那个年糕都很好吃，很软糯这样，不会硬硬的。然后那个鱼饼哦，不过鲜美。好的，好彩仲有呢啲。我们也是有一个鱼竹扒饭，大竹排好吃。哦，你去过？去过。好了，吃饱了，你睇你觉得？嗯。吃。吃饱还在饱的，整个就是普普通。首先我们不吃牛肉嘛，我们只是吃菜的锅，哎，一道还有点单调的，体验到就是普普通通啊。现在我们真正想念的啦，还寻晚食到个 burger all night， 那个真的很好吃。今晚再食啊！今晚食第二啲嘢啦，仲死我！哇，这整排樱花就是非常的漂亮，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找地方啊，哎，拍下照纪念下。它飘下来的时候真的非常漂亮。
它其实是一个道路来的，只是在旁边啊有一个跑道啊，你可以这样拍照这样啊，还挺靓下嘅呢度。然后明天或者是后天呢、啊，我们有去一个地方啊，是更加多樱花的，好像是两旁边都有啊。这边的话，它只有一个跑道可以给你这样走啊，但系都好靓啊，靓，尤其是凉凉啊，吹过嚟啊，系真系好鬼死爽啊，好爽。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海东龙宫寺这边，这里这样走着走着就会闻到有一些腥味，因为他们旁边呢、啊、就是有卖一些海鲜的东西、海产的东西。现在这边呢、啊，到处都是可以看到樱花，然后它跟日本的樱花分别啊，就是韩国的是白色的，日本的话就是粉红色的。听到啦，系咪好感动同我嚟到呢度？直头眼水都想飞啊！我嚟搞到我都唔想嚟添。这里的寺庙啊，它就是在那个悬崖旁边了，早起咁样噶啦。一开始啊，我以为这边就是会蛮恐怖这样啊，因为就是悬崖旁边嘛，但是又不会一样啊。睡一点来，睡一点，睡睡睡耶！头再下来一点，睡我你这里就有很多人丢那个零钱啊去许愿，我得要妈百多钱。那里又需要接，底下没有太多，酒都太多，很多哎，应该是外面那边。就是在韩国的寺庙都是叫叫我们。然后去几多远？你讲人民币数？唔系，慢慢咁样传达我心声啊，知唔知？识唔识嘢嚟啊？上面这边呢、啊，就是有一个观音庙，然后这边就是写着有求必应，哎，我哋都爱去试啊。我有求咩？我有求咩？你啲求啊！我定爱啊！哇，你行得咁快啊！他进去了呀。我老写都做不长而已，简简单单就好，健健康康，事业顺利。点了，快了。OK。愿望成真。这是韩国的韩金白，真的好吃哎！对哦，哇，很脆哦，外面，我就咬到个瘤先。嗯，它里面有一些红豆啊、黑芝麻，还有一些瓜子，对。好吃人啊！嗯，好看哎、欸，但是口感呢就是很 QQ 这样的，然后它里面的馅料又不会太过甜，然后又是导游请客的酱，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要去下一个地点了啊，好像要去吃晚餐了啊，自己做那个意大利面，真的是自己做了，要有点惊讶，听要自己做那个面，我以为是调酱不了，重不重？重不重？这个是一直搓它的。对，咁我哋两个人食啊，份啦，系咪？这个是一个鱼的蛋来的，我忘记那个鱼叫什么名字，就是他们蛮出名一下。然后要把这些做成意大利面。This one can take out. Yes, okay, it's okay. And then 乜鬼？咁饼可以分一半。应该都可以接大啦。嗱，小心啲，顶唔住啊，老师。觉得你好慢啊。OK，OK。够肥冇啊 ？OK， 我觉得是差不多厚了啊，对了啊。我喺韩国煮过意大利面咧，弯弯啊。OK， 去带牌佬系咪？闻应过。我开机闻应你。我正想问你韩国最深刻嘅系咩啊？煮意大利面。哒哒 ，OK 啦，咁上下啦。你睇下个专业嘅摄影师。煮嘅嘢都有夹住。我夹咩？夹住佢攞住。冇讲笑。哇！我刚是不看见的。哎，差不多嘛。你冇先加取餐。热水讲的是。不是开玩笑啊！热水。哦。哦。好香啊！玩玩啊，好似系咁啊，冇丢到怡宝仙街嗰度。告诉我。OK。他传不出一句话来，你看。哇嗨哇哦虾嘞，但是它有那个鱼的卵，我不知道我吃不吃了那个味道。首先它的奶味一定是超级劲的，然后它整杯下去了，感谢是哎，我煮咩嘞，你拍咩嘞，我都以为你好像是的，你知道你 pass 给我吃先啊。Welcome. Thank you.
我叫 game 会声喎。嗯，声唔我冇声味。辣下个辣椒。佢冚过晒嗰啲味咗，所以冇声味。嗯。这个辣度我觉得刚刚，我也觉得，那个面比想象中的口感好嘞。什么猪？嗯，去到韩国都要展示下你的厨艺啊！低调，低调，低调。我们就来到龙头山公园这里，哇，很冷哦。就看一下夜景啊，逛逛一下。等下呢，我们就要去 night market 了。我比较期待的是 night market 啊。咪点样买 Hello Kitty 俾我老婆？好嘅，即系突然间转台啊你。I love you 嘛。像这里其实可以买那个釜山特有的那个烧酒啊，它口感呢、啊、就是会比较好这样啊。不过我们又没饮酒啦，所以就没买啦。里面就是卖一些纪念品啊这样的东西。我们就是来到南浦洞这里，这里是做咩开噶？呢度系行街 shopping， 行街 shopping 的地方。哦、但是我哋得半个钟时间，应该唔够 shop 吧？佢话系赶饭工。哇，你在冲啊！在冲啊！哇，姨买了很多钱呢。现在就是我们自己出来逛了。你这么太贵了，所以没逛。那么 OK 啊，弟，我们现在就出来逛了，就看看有什么东西吃啊。我们就体验这个正式的韩国烤肉。哇，听到这个声音都开心了啊！这是我们组的烤肉团，来，烤肉团饮杯。一茶代酒。饮先。呢个颜色。嚟俾老公食一嚿先，辛苦咗咁耐食。哎呀！麻汁水油。麻汁水油。麻汁水油。好食啊！真系。吃了烤肉会讲韩文哦。对呀，看韩剧啊，不啊。紧要哦。这个肉真的是特别正啊！你睇个肉，妈咪我肥。刚刚我们吃完烤肉就去了便利商店买了一些零食，就打算带回去啊，给阿欣啊、鱼妹他们啊，巧克力饼干啊之类这样的东西。因为现在看到了就买了先了，明天呢就要去那个青山南道那边再逛多两天，我们就回了的了。OK 啦，应该这一集就到这里了，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的长了啦。今天的整个体验哦，我觉得啦，龙头山的话可能可以省略哦，咪以我哋嘅行程嚟讲，因为夜晚咁样去一下冇嘢，买嗰个纪念品啫嘛。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吃的火锅，如果他换去啊道地的韩国美食啊，或者就是一些道地的小吃啊，所以哦自己自由行的话，可能这两个地方啊你们自己可以省略一下。其他人我都觉得 OK， 可以逛下，可以睇下买下嘢嘛，都好开心嘅。因为晚上那边我们去了那个 Oliver Life 啊，已经买了一些东西都冇时间开，我还想买一些小吃来吃啊，然后都好慢开啦。刚才我们也是有逛逛一下，但是已经很晚了，很多店都已经关了，咁冇办法啦，睇一两日接落嚟我哋。仲可以去边度咧 ？OK 啦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。